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更新一个新的工作，然后工作内容呢是，通讯翻译营业相关的工作，然后工作地点呢是在静冈，工资给予呢是21万到30万，日语要求呢是日常会话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参加说明会。然后说明会的时间呢是上午12点，面试呢是下午15点，当天可以面试，然后面试完当天可以知道面试结果这样子。